才子，二号武农，三号陈零九，四号雨婷，五号季普星，七号小赖，九号搂巨硕，十号豆豆。好的，今天我们要玩新的板子了。骑士 ，Oh my god，Oh my god， 二零骑士是坏人哦，他是狼人阵营的哦，他不是好人阵营的。那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反伤。什么叫反伤呢？就是如果晚上预言家验到二零骑士的话，预言家自己死亡。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好像网络游戏哦。对 ，Oh my god， 如果女巫读到二零骑士，女巫死亡。最重要，如果猎人晚上被刀了，白天发动技能。Oh my god！ 因为猎人是晚上被刀的，白天发动技能，开枪带走二零骑士，猎人也会死亡。然后拼命投二零骑士，拼命死亡。也会死。没有，白枪，都用不了。反伤只有一次，但是猎人如果是早上被票出去了，他的枪是有可以带枪，可以带枪，白天带枪就对对，白天带的枪 OK， 晚上被刀的他的枪就是不 OK 的枪。反正简而言之呢，二零骑士就是只能死于白天，夜晚任何时候被杀都不会死。没错，然后骑士撞他是 OK 的哦，他可以把二零骑士撞出去，骑士不会死。再来呢，如果同一天女巫毒他，预言家验他，那死的会是女巫，因为顺序会是女巫比预言家之前。没错，是。还有重点就是恶灵骑士不能自爆，以还有自刀，对不对？那狼王呢？如你可以自爆，但是你没有办法带人。对，这个板子狼王不能带人。是的，那目前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觉得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应该大部分的规则就这样子，其他的部分都就照常。好，准备看牌 ，Let's go。天黑请闭。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确认彼此身份。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她被杀死，你要救她吗？你要使用毒药吗？要毒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骑士请睁眼，骑士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八号被杀死，死者请去看清。你别去了。我有遗言呐、啊，我预言在查你呢，二零骑士，小心狼啊，小心狼啊！哎呦，你说你很想拿到二零骑士，没错，他拿到了，他拿到了，你开心了吧？这个板子你也玩到了，我被你反杀了，亏了吧，亏了吧，真是的。新的板子，我没画面了，没画面了，我做到马，还有拿个悍跳吗？拿个悍跳，预言家了，真人
七号啦，为什么查他？他刚刚名牌的时候完全不看我，我想说我就查你啊，果真啦，我还想说早上一定要是平安夜，结果 OK， 我直接死，我直接死，我超不像自刀，我真预言七号，把他票出去，把他票出去，有种就横跳预言家，过。我觉得这一局开始发言。我觉得这一局很明显，就是七号就是那个恶灵骑士，因为八号一定是坐实预言家的，女巫不可能不救啊，除非如果是女巫自己不救的话，自己就是自己出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八号一定是那个真玉，然后七号就是恶灵骑士，你不用再摇头，你再摇头摇也不像，我也想要听你到底你等一下要怎么讲这件事，讲这件事，我也想要听你到底要怎么讲，我是觉得这一局待会直接票七号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来就是刚敏牌是十号跟二号，然后十号是我刚刚敏牌看他的时候，他反应是蛮尬的，然后可是二号他刚刚在八号死掉，然后他跳预言家的时候那个反应，我觉得是偏好，我觉得可以先棒棒，然后可是，在跳预言家的时候的那时候看反应是还有一个很尬是六号我也丢个水包。二号我刚刚点是因为我是第一天敏牌的时候，那个看完牌的时候敏牌的时候觉得怪，可是刚刚那个反应之后我觉得可以先放放，所以着重听六号十号。没意外我也会票七号啦，因为太好笑了。好啦，反正我觉得九号像好人哎，虽然你刚刚有想要观察我，但我觉得你还 OK， 我是觉得你刚刚分析的还不错，然后我觉得六号是我刚刚有观察到六号有个眼神蛮像好人，是你那个什么八号在搞笑的时候，六号一直在观察九号的表情，就是我觉得你好像有在看别人的反应，就是那很像在为好人做事，就不像，我不知道，我觉得他那个观察的反应蛮像好的啦，虽然九踩了六也踩了我，但是我觉得六跟九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二号是我觉得抿牌的时候他的感觉是轻松的，我刚刚看完牌，他看完牌在观察人家的时候蛮轻松的，我觉得二号我观察你的卦象还可以，比较像卦象比较不好我觉得是三号，一号也有一点点凝重，我在这边我觉得九号是好，是因为我有在观察夜卦，然后闭眼前他是这样子，然后起床之后他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九号是好吧，目前我听起来，然后十号是蛮轻松，但是我跟十号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二号没有很轻松，因为我跟他很近，然后刚刚抿牌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看过来，然后我最后一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嘴唇是这样，就是他的嘴唇我想说你也就是你也太紧张了吧，所以我要给你一点压力，我要着重听你的发言，就是我丢水包的话抿牌一圈，我觉得你最紧张过，好，二号发言，可是我刚嘴唇真的没有抖而且我也没有冷啊，我是真的没有抖嘴唇哎，还是我不自觉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没有抖。但我觉得一号是好，因为他有去观察到九号夜卦这件事情，通常会去讲到夜卦，我觉得会是比较好身份。然后十我也觉得蛮好，但是大家都十跟一都保了九，所以我觉得九没有很好哎，因为刚刚九说二十六敏牌不好，然后他先说二跟十敏牌不好，然后又看了我一眼，可能觉得我状态很轻松，他就说，但是我觉得二。现在看又觉得他好像蛮轻松的啦，然后八号跳预言家的时候二反应又很好，就我觉得九对我的这个敏牌跟后来的说法是稍微矛盾一点，所以我跟十跟一的看法就不太一样。对，然后刚刚敏牌的时候我是觉得五比较不好，就是五的表情感觉比较稍微尬一点，但是八号跳预言家的时候五是就是很开心的这样子。所以后面我可能要再听一下发言，那这一轮我觉得票七没有问题啊，就是二零骑士嘛，就直接票七啦。先说吧，反正这一轮一定是票七号。然后我觉得从前面四个的发言，我觉得九打了二跟六，然后十是打一三七嘛，然后一号反而没有去打这张十号，所以我觉得他去打一是打这张二号牌。然后保了九号牌，二号是打了九号牌。我觉得你们四个人里面应该，目前听起来我觉得是出一狼吧。我觉得二九的对立面
感觉比较强一点，所以但是通常对面的时候会比较像两个好人，因为就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是双狼，一定是一好一坏或者是两个好人在互打，然后一跟十也是，但是我觉得一比较没有去打这张十号牌，所以我觉得狼可能出在一十吧，对，我觉得出在一十机会高一点，但是反正这一轮也没有必要那么快去盘出你们四个人是怎么样，而且还有四五六我还没听到，所以如果这边你们这边只有一狼的话，那我觉得四五六可能也有一只，但就是先听四五六发言吧，然后我觉得反正等一下还有一轮可以听嘛，我们这把一定是票七号，他在等一下再怎么掰也没有用，他就是要出去好不好，过好，反正这把一定是出七号就没问题嘛，然后怎么办？我现在觉得我的坑完全跟零九完全不一样哎，就是是不是我太晕了？因为我觉得一十都蛮好的，然后其实蛮多人觉得九好的，可是我觉得九不好，因为那时候七被那个真玉就是查到他是二零骑士的时候，大家都笑得非常开心，又是五号，五号跟我一起笑得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五号状态很轻松。然后可是九就是有一点硬笑的感觉，我有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笑得很尬，就是你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九没有那么好，然后加上你是先去打了这张二，然后又去保了这张二，这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的点，就是你把二敏敏他挂上怪，然后后来又保了他，然后二又再回去打你，所以我就觉得二九我这边是蛮问号的。啊，我的观点又跟四号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九号蛮好的啊，因为他丢六水包，然后说十号尬，十号尬是因为名牌的时候我有看到他就是有一个微微的尬笑，所以九号他观察到点又跟我一样，然后六号是因为他每次他当狼的时候，我觉得他看牌的就是想要明。名人的牌的那个眼神会特别的锐利一点，所以我觉得六号刚一开始给我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我的水包反而跟九号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明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九号像好哎，然后他保二嘛，但我觉得他我觉得九号去保二，然后二号反而去反踩九，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会觉得二号稍微偏好，是因为九号都已经保你了，然后你还用这个点去踩他，我会觉得如果你是狼，你应该会想要拉好人的票，所以我会觉得二号反而像好。虽然你刚刚有说你明，我觉得怪，可是其实我非常的轻松。然后四号虽然你说你刚刚跟我一起笑得很开心，可是我刚刚在大笑的时候，我想要顺便观察一下这边的人，然后就看到他是微尬哎，哪有啊？我自己的感觉啦，但是没关系，我没有要仲裁，我只是先打一个小问号。而且我目前的狼坑可能，我觉得二偏好，然后三号是不太知道，因为三号刚刚讲的，反正我现在觉得偏好的就只有九跟二，然后一我也觉得稍微蛮好的，因为他有在看夜挂，我也觉得会把夜挂这种东西讲出来，应该是好人。先就是我先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九一二是我认的好人，那剩下我未知的牌就是三四六十里面会出两只，那现在就是出七没有错，不要随时挣扎，不要再找神了，小辣挂，哎，Hello， 李现你就写那个纸刀，谁是神谁是你，你猜我是什么？刚刚还要写什么笔记 ？Hello， 你贴了一个。假装写笔记写什么？你告诉我，等下跟大家分享你的笔记。那我是想说，哎呀，难得我们可以好好的羞辱小赖，就讲话就发言久一点，好不好？加六十秒，六十秒，加六十秒啊！我觉得哈，你。九号玩家呢，其实身份呢是挺高的，因为九打了二，打了六，打了十，十保了九，一保了九，二微微的才九，然后我觉得九号玩家的身份目前在我听起来是比较高的。那像零九所说的，我认为零九像好人，因为他观点跟我一样，因为二跟九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那一跟
一打二打得那么用力，二保了一，然后只是踩九，微微的踩九。我认为，反正我的结论是，我认为一二四至少出一狼或两狼。为什么？因为207是在这里了，好，非常的恶劣。晚上莱昂在沟通的时候非常的快速。那我认为他就是那个军师，不不不不不，告诉其他人。那我认为他的队友应该是一二四里面会出。那你们全部都保了这个一，因为他聊九这个夜挂的声音。那我一九我先不碰。反正一二四一定出狼人，我认为三号的言论停下好了。虽然他说一十会出狼，但是我的视角，我觉得一九比较像两个好人。那我认为二四一定出狼，那你们要看要怎么票。那目前我听下来的话，二跟四哦，因为五也有打了这个四，五保了二九，五这张牌确实他那个八号玩家死的时候，他笑得非常的大声，他就笑得这么大声的情况下，我就目前不要去聊他，那我去关注二跟四。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我再想一想，不然你就给我一个提示，谁是你队友，我再想要投谁，好不好？提示 ，OK， 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过了。怎么办？我的观点跟九十一二三四五六都等一下。是扛推位，但我必须要开身份。我是女巫，我刚刚没有救八号。心虚啊！我淋水，是死啊！好啊好啊，我们第一天就刀四号。我好不容易拿到这张牌，我想要爽到不行，然后就被查实。Oh my god！我刚才很认真做一点笔记，想说我要假他一个女巫，然后这边写七号的女巫。我想一下哦，反正我当死了。查屁呀、啊！笑一波，说好。我觉得十号是神啦，我觉得十号是神，等一下可以刀他。然后六号应该也是，我觉得六十去刀。然后反正预言家死了，然后。行，那就继续加油喽！好呀，好屁呀！还没投，天黑请闭眼，狼人现身请睁眼，狼人请杀人，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你要使用毒药吗？你要毒谁呢？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预言家请闭眼，天亮请睁眼，昨晚五号被杀死，死者请至淘汰区。六号开始发言。那五原本的狼坑他是打了那个四嘛，然后他也打了这个十，那四有可能进坑哦，包括十，虽然七是点到你，但是还有可能做身份，所以我还是着重听十的发言，因为他也点到我，但我是好人，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点两个人，其中包括狼同伴，但我就围踩你，其余还有什么？为什么能刀这个五呢？其实也蛮奇怪的。如果七号玩家点刀给他，为什么他们不刀他们的人呢？那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得进坑吧？我在想，不让他刀五，因为预言家死了，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是照着神去刀的，可能认为五是一个女巫，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照七的预言，他点我们是神，我们有可能是女巫，他是应该来刀我们的。所以反正我认为，我还是着重听二四的发言吧。然后九是不知道，没有什么人聊到他。最后七说九是猎人，
这句话是有一点微微的骚了，他是在说他是狼王吗？可是我觉得也不会再脏到这样子，就是我认为太多了，就是要泼这个脏水会不会有点太明显，所以我先不聊这块。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他刚点的那个神的位置，然后六十，然后点四饮水，我不知道四那我先不聊，因为他讲那个四号那件事情我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对，那个四我先不聊的话，他点六十九嘛，然后点三个神，然后结果狼晚上没有刀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我觉得比较有几率的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好人，然后狼不刀就是要做脏。狼不刀要做脏我们三个，我觉得几率是这样子啊，我觉得高几率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最后两狼会出在一二三四嘛？我觉得在我看来二，我觉得二象好，我觉得一不好。一不好的点是他虽然他刚聊夜卦，可是他讲说二号嘴唇颤抖那件事情，二号刚刚马上回答他就说我嘴唇没有抖，然后一号就这样。可是我刚嘴唇真的没有抖哎。而且我也没有冷啊，我是真的没有抖嘴唇哎，还是我不自觉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没有抖。你就看到他有抖了，他跟你说他没有抖，然后你马上就，是我觉得在我这边偏尬了，那个反应也偏尬，所以在我这边一号比较不像好，然后因为三号有点一十，我也觉得三号讲的对，就是二九出一狼嘛，然后不二九应该是两个好人互咬嘛。所以二九出坑，然后一十出一狼，然后我觉得十在我这边，他上一轮的发言其实我就觉得像好了，然后再加上刚刚那个小赖他去点那个神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出坑，所以我觉得一号位置比较有可能是那个狼，然后三号像好，四号吧 maybe， 然后呢，如果四号不是的话，龙错的话，我觉得六十就是我有盘错，就是已经到了第三轮，然后再来。就是三号打一个超赢，六号九号发言还是不错哎，就跟我上一轮想的差不多。虽然我们都有被点进去，怎么那么难？我想一下，我觉得四现在得进可能很尴尬，是因为五号死的是五号，所以我觉得你得进坑，因为你刚刚跟五号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四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尴尬，我刚刚还是觉得，为什么一号笑那么开心？我觉得二号给我的感觉就还是蛮好的耶，我着重还是在一三四这三个人里面，三号我并不觉得他挺好，因为他把一二十九排进去，然后讲了一堆，因为刚刚那一轮讲的，我觉得以他是好人的时候，他不会讲的这么模糊或者是这么不肯定的感觉，有点听不懂，就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一三四这三张牌我会再着重听，可能会从里面去选票。那二六九是我觉得还不错的牌，过。我回应一下九号，刚刚为什么他二号回应我的时候我是这样，就是礼貌，就是就算我踩他回应我，我必须要我有听到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我点头是这个意思，但我真的是有看到他的整个在抖，然后他刚刚也说可能我不知道，所以。他有这样讲，那他真的有抖，我是有看到，因为我跟他很近。你又没有看到，你那么远，你哪看得到？而且你又很冷，搞不好你自己也在抖。反正我还是觉得九号是好啦，因为我就是第一晚观察那个，我觉得九号是好，再加上他的视角感觉就是，他就讲他观察到的，所以我觉得九是好。然后我觉得六九十的话，我觉得十比较怪吧，虽然因为他，我觉得他通常是会很清晰的人哎，他怎么会？就是很好像一直都很懵，说我不知道哎，这样他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怪，因为十号是逻辑很一直很清晰的人啊。然后他刚刚问我说为什么一号笑得那么开心，是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跟工作人员对到眼，就是我又在礼貌，就是他对我笑，我也要对他笑，然后刚好就被十号看到了，所以就这样，我不是狼，我只是个有礼貌的好人，就这样。天啊，头好痛哦，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刚刚上一轮发言听完，我是觉得一三四五就是我们这一边都蛮好的。然后因为我刚一开始有踩九嘛，然后我听完第二轮，我还是觉得六跟九的发言还蛮矛盾的，因为六号有讲到说，那我比较乱。六号刚首先是
非常的大力的保九，他说九号在我这边身份是最高，然后他觉得一二四是出狼，可是后来他又说，但是他觉得一九是好，所以他对于一是一下发到狼坑，然后一下又觉得一九是好，然后九哦，然后七刚二零骑士出去的时候，他是有讲说，直刀嘛，他觉得六跟十是神，然后他最后那个投票的时候，他还投了六，所以我就觉得六跟十感觉一定会出狼，就是想要做身份的感觉，所以我怕我等下夜里会死哎，因为感觉我现在好人在作死，我想要用我这张牌，但我不确定我这用，我没办法，怎么办？压力好大，好怎么样啦？如果我验错的话，就是帮大家就是定一个精髓嘛。Oh my god， 老天爷给我一些指示好吗？我想验六。六号，不是狼人，你是谁？请进。三号，开始发言。其实验不太到六哎，我觉得啦，我觉得。刚发现六，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七号出去的时候说，他先说六，然后他想了一下才去说十，然后后来又想了一下说，九可能是猎人，他这个指刀的方法，我一开始盘的是我觉得六九十包狼在里面，我觉得六九十如果要说是有狼的话，可能是十号的机会会高一点，但是我先。不盘那边，我先盘小赖就是一个弱智，然后把六九十三个都是好人排进去，就是把那个坑缩得很紧的话，那就是一四啊。那如果是一四的话，那我觉得一的话比较像是在认狼的感觉，他就是有点说哦，对不起，我刚刚只是在一直在解释东西，所以说。一跟四的话，如果四等一下标最好的话，我会票一。那如果反正一出去嘛，那看四跟十是下一轮，因为我觉得七特别去聊到四号这张饮水牌，我在想，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要，因为这把蓝王不能自爆，所以他等于说那一个人必须要被票出去。那如果一号如果我们现在票一号这张是一张蓝王牌的话，他干嘛一直在那边哦？我不想出去，我不想出去。如果他是狼王，他应该就要出去了嘛。所以我觉得一可能不是那张狼王牌，所以狼王应该是落在四号跟十号。我觉得九号已经不太可能做成那一张狼了。从他一开始的打十保二，然后到刚刚的沿路，我觉得他不太像是狼。所以这把先听，我再听一下四号发言吧。我可能在一跟四里面选一个票过。我是扛推位啊，很明显，我真的是扛推位。然后，我想一下，我为什么还是一直觉得九啊？我怎么办？就是因为七号那个银元，他说九应该是猎人，就是哪里觉得他是猎人的？就是才第几个发言而已，为什么会觉得九是猎人呢、啊？而且刚刚二号骑士在验的时候。然后他是验，哎，他验几号啊？六号。他验六号嘛。然后他还没公布答案，还没公布答案的时候，九已经先笑了。就你怎么知道六的身份是什么？你怎么知道骑士已经会死了？就是，哎呀，怎么办？我真的好晕哦，对不起。因为七号走的时候有说什么，是不是饮水？那我不知道，如果真女巫在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饮水？那他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想要故意爆这个东西来混淆好人的视角吧。我真的是一个好人。那我讲一下，我觉得你们都觉得坑是一四，我觉得九四，超晕，对不起，九四，好啦，过啦。那我跟大家一起投票，三二一。
票的。一号淘汰版进至淘汰区，启动的角色机轮，你要带走的对象是？那我带，我带，哦，好，我带六，我带六。六号淘汰版进至淘汰区。游戏结束，邪恶战队获胜。耶！三、二、一，零九的举手，一二三票，有什么差？四票，四票，四票哦。OK，MVP 保留了，好可惜啊。才子的举手，才子举手，没关系啊，就只是我想讲一下而已。大家都玩得非常好，但我们 MVP 先保留好吗？好了，好的。想看更多的赛后讨论，请记得订阅娱乐百分百的官方 YouTube。敖伦莎，下次见。好，女巫，女巫，女巫啦！林是你的队友，你是零九的他，零九是狼，对，陈零九是狼。好，谁发什么队？是你是不是？你不要这么乱点啦！哦，不要没事，你点那个点到我超气，超气。超级的没有，我真的久了就误会了没有，我就要赶他们误会啊。什么误会啊？如果狼不是我，他就照你的刀，那怎么办？他是平民啊，我知道是你们，我知道你是我的队友啊，奇怪，我不是没有看到你们。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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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名到？没有，我没有名，我没有名，我只觉得他是最难推出去，我把他倒掉而已。倒掉，他太像好人，准倒掉，把他倒掉，倒掉，哇，绝对父女关系。哇，师傅，我从头跑到尾，你好像好人哦，没有怀疑到你，我还一直觉得是一四，哎，因为我是恋人，我还想要开谁？我如果我是觉得他讲完之后零九就像了，因为你是金水嘛，然后他没坑，他们两个已经出一档，然后他前面就先点一了。他们三个神啊，他又是金水啊，豆豆直接点三狼，我有点到啊，他点到三狼了，我点到，因为你说我很冤枉，我说不对，好像你有点到，对啊，他说一三七，他第一天就点到，第一天直接点到，谁注意到哎？他说七哎没有七是直接是狼了，然后说三卦象不太好，然后一有点严肃。我已经放弃了。本来我要跟他对套预言家，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看着我呢。你有看到吗？你看到？因为他一直看我，我跟你讲。他说怎么办？就直接当狼打。然后我觉得比较像卦象比较不好，我觉得是三号。可以吗？我有这种小表情，跟我一个求救，我就这样说。趁他混乱的时候，我就。大家都在笑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要被收线了，幸好他有跟我对看，笑死！我很怕他跳出来，你知道？他跳出来就超好笑，我吓到哎，他都要死。这支影片已经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麻烦在下面帮我们按个喜欢。耶！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也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 哦。我们下次见，拜拜。